林文真讲说，请问保大 ，Banky 国外消费是否要国外网站就可以适用？对，因为你基本上如果说是国外刷卡，一定会有所谓的交易手续费1.5%嘛，这个只要有被收，就一定可以拿到这个所谓的蛋挞的金蛋点数。好，所以我也非常的期待，就是我下一期的金蛋点数是不是可以往上爆的 boom 这样子？因为我这一期我光是 Facebook 广告费，我就至少花10000块钱，所以我至少可以自己刷卡就可以拿到300点的金蛋点。我也很期待，就是赶快多刷多赚这样子。对，因为5月15号就是一开放，大家全部的人可能都要去抢戴森吹风机了。那我志不在此啊，所以就是戴森吹风机送给大家，让大家去抽。那我自己的话，我就是真的只想要拿那个，就是所谓 MacBook Pro 那样子。